冷冷的天最适合来杯好茶。新北市平林包种茶呢，素有百万冠军茶的美称。那么新北农业局携手了平林区公所，12月7号、8号在平林区茶乡广场要举办展售会，并且还推出了好茶3倍券优惠，同时还有茶乡走读以及熏花茶 DIY 的体验活动。山脉绵延，水气丰沛，平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孕育出百万冠军茶包种茶，与南部乌龙茶共享北包种南乌龙的美名。我们的茶叶呢，因为它是属于轻发酵啊，尤其它是条形的，条形的茶叶才会清香哦。啊，用布包扎了太多次的茶叶，它就比较没有那么清香哦。那我们祖先他们就是用揉捻机揉一揉啊。就成型了哈，所以我们包种茶的香味呢，是所有茶叶里面是独一无二的哈。冬季好茶，韵味珍藏。新北冬季文山包种茶新鲜上市，12月14、15号在台北希望广场设有展售摊位，而在12月7号、8号在平林区茶乡广场，则是邀请到全国制茶技术竞赛冠军茶师为民众浸泡好茶，并推出好茶3倍券的优惠活动。第一个亮点是3倍券哈，我们可以用50块换150元的好茶券，这个好茶券呢拿了。买茶、买吃的，通通都可以哈。那第二重的这个好康呢，是我们有办理这个免费的我们的茶乡的走读哈，微旅行。那第三重就是我们有很精彩的手作 DIY 的活动啊，我们有法式的马卡龙，还有我们的窑烤披萨，还有我们的手作的熏花茶。茶汤蜜黄碧绿，入口滋味滑润。冷冷的天，想来杯好茶，不妨走趟平林，感受茶乡文化，一起踢台湾。